篮球什么感觉？久违了，久违了。很轻松进嘛。说一下，说一下感觉。谢谢大家，就大家的功劳，才有进球，对吧？然后大家辛苦了，然后谢谢球迷。一开始被他们踢进球，什么感想？我觉得那时候还不会输，就因为时间还够，没有放弃了。了解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